凤姐，是秦青吗？谁让你出来了？急的给你。一入虎穴。什么意思啊？小命不保。啊？那你跟秦青打电话吧，凤姐。你急什么呀？能打电话他还发消息吗？不就打电话了吗？你这智商谈什么恋爱呢？太厉害了。我妈把田老师和晴晴放进屋了，真的？嗯，好事，我觉得是好事。嗯，好事，进去。哇，嗯，你俩真的是，哎。今天没去公司啊？嗯。太忙了，而且最近接了好多单子，估计又要找人了。那你可错过了邀功的好机会了。我对你的功劳只是在工作上吗？我想想啊，啊，也是啊。你出现之前呢，每天我的生活就是跟洛洛斗智斗勇。那现在我觉得生活比工作重要多了。算你还有点觉悟。那你打算怎么犒劳我？听你的呗，你吩咐。查一查。嗯，你等一下，我去拿个东西。张张，打开看看。这是什么日子呀？我本来打算上新那天给你的，但是因为出了一些岔子了。不过我觉得今天正好，你喜欢吗？你做的？嗯，当然喜欢啊。那为什么不是情侣装？你这个人真的是吃人家的嘴软，拿人家的手短，还敢提要求？好看吗？好看，还是我有眼光。你觉得是衣服好还是人好？都好。谁更好？你好。我也觉得我好。谢谢。这次莫总的事儿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已经谢过了。你今天这么早下班，不是你的工作风格啊，周总。那周总不需要谈恋爱的。啊，那我们是在约会吗？当然了，吹吹冷风，淋淋雨，看看外滩的风景，难道不是在谈恋爱吗？我只有见到你的时候，才会给自己充电。周芳。嗯。你真好看。才发现啊，我一直都很好看。